百货公司电梯每到假日几乎班班都是人，记得一点，下一次。十几个人挤在电梯内，可能是大家都很瘦，还没到载重上限，没有超重超载。对，人比较多的时候会有警告声哦，哔的声音。电梯超载提醒让人莫名尴尬。有网友就分享，他跟朋友去图书馆搭电梯，电梯可以载七人，当时里面只有四人。他和几个瘦小的朋友走进去后却超重，他忍不住抱怨：现在电梯侦测的重量都做得很烂吗？有没有可能是说他的感应有一些久了有一些问题？底下有人煞有其事说，电梯的人数跟载重无关，人数指的是电梯面积能站几人，重量则是马达的最大载重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专家说，每部电梯都有超载的检出装置，以一人平均65公斤为基准去换算，如果不是在这个范围内警示，就算异常。它的某些的机械部分，发生弹性疲乏，或者是电子侦测的部分产生位移了，在一般的设备比较老旧的话，那原则上可能就会常常发生这种事情。如果下次搭电梯人数没到上限却发出超载警示，可能是电梯的机械侦测装置弹性疲乏，或是有位移，记得提醒管理员，这部电梯该重新检修了。记者陈真景城台中采访报道。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